哇，今天天气真的是太棒了。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澎湖啊。那这次来到澎湖，我们玩跳岛，第一站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吉贝岛，它是属于在这北海的区域。那现在是下午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在等待，等待什么呢？我们在等待退潮的时间，因为有一处亮点，它妙就妙在现在它还在海面下，待会呢它会渐渐的浮现出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喽。我们的行李在上面，然后它跑掉了。而且重点是因为它这个船里面，它只可以搭载83个人。因为我们刚刚去拍了一些东西，然后它超收了一些乘客，所以我们来到这的时候，它船上已经有83个人。那但我觉得海巡署他们非常非常的严格，这是绝对是对的。好，他说不能再搭上去，否则怕是会有危险。那当然没关系，因为这里距离境内还蛮近的，好，它来回大概40分钟，所以我们就等下一班。为让到本岛出席活动的居民能返回吉贝，而有了这次超卖的情形，有了没搭上船的插曲。不过这意外并没有浇熄大伙前往吉贝的热情，反而让大家看见了交通船对离岛的重要性。因为这20分钟的船程，运载着本地人对土地依附的情感，送来的是旅人对吉贝的想象。而我们踏上的是旅途中种种的意犹未尽。哇，刚刚呢跟观众朋友分享了，其实我们现在在等待，等待这退潮的时间。最主要其实我们也不要卖关子，最主要就是要来看石户。那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石户文化馆，在我身边这位呢是我当地的朋友，叫志哥。欢迎来到我们石户的故乡吉贝。所以我们首先来到这个文化馆，我们第一个要看什么？我们就介绍我们吉贝石户的造型，我们把它做成一个9宫格，把石户的整个不同的造型是，那分成有大概三类，有一种弧形的，就是所谓没有户口的，所谓的单星石户、双星石户。嗯，好，那以澎湖来说，我们在这边建造的石户，也就是依照它的地形。对，那比较靠近岸边的，我们就是用这种弧形的；越接近外海一点点的，有这种复方的。因为越海水越深的地方，我们要把范围捞捕，要做陷阱的。范围把它缩小，所以会变成有一种复方是火房。好，另外我们吉贝这边单星的食物是最多的。对，那澎湖来说，以双星食物7枚也是由我们这边的老师傅去建造的啊，因为也是为了能让渔获更多，所以会由单星变成双星。那我们今天来到吉贝这边，又有更特殊的，先卖个关子。但是现在我们要先来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所谓的石户这样捕鱼的方式，是跟它的地形有关吗？会建造石户，那是一种祖先的智慧留下来的。对，当时我们的祖先们是没有渔网、渔具、渔船，什么都没有，是，那只能赤手空拳，那怎么做啊？他就利用退潮的时候水是干的。那我就利用石头把它堆积变成一种陷阱。那利用涨潮退潮去分析说，哎，涨潮鱼进来，退潮鱼被阻隔在里面。那退潮的时候，我们的渔民就利用这个时间，是带着简易的鱼叉、鱼篓什么的来抓鱼。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理解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石户，它是怎么制作以及怎么样去修复。好的，好的，好不好？是走里面吗？是。哦，哇。来，走进来，我左手边这边看到
我们的这个石头对是属于最标准的黑心石，黑心石非常坚硬的石头、嗯，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珊瑚礁岩。对，这个也刚好就是我们堆积食物是最最好最好的。是好，那问题来了，就是堆食物，你说这几个食材它是运用最广泛的，是那它要怎么样运用？它是和在一块一起运用？就是你搬到什么石头就用什么石头，还是譬如说底层是什么样的石头、上面是什么样的石头？其实很简单，建造石物也像盖房子一样，它要有基础。对。那最底层的基础就是基石，一定是要找比较平稳、比较方形一点的，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在做基础的时候，对，那基石根柱还有条啊波，才能把整个结构弄得很坚固。那食物还有一个我个人发现到的，好像是一个家庭，是它有大大小小，大石头要当柱，对，是咱的底座，有爸爸妈妈才有这个小石头，大石爱小石根，是我个人的感觉的凝聚力，是因为食物基本上它没有用任何的水泥或粘着剂，粘着剂对对，完全都没有，全部凭借着就是一种菱角的工法把它堆积而成的。那需要跟着大石头要小石头去颠。现在来的家叫做俄阿库，对，那为什么叫俄阿库？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命名，因为我们即将走到的就是俄阿库的边缘、就是长满了好多很多很多所谓的石刻野生的石刻，是甘甜。这原本其实这里全部都是海水，好，现在是退潮了，对啊，然后前面好多的，晚上你就可以用得到了，你看，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小珠雷啊，小珠雷就螺丝嘛，对，小珠雷就叫小珠雷，对，好，就是这边嘛。螺丝是不一样的、那個，不一样的螺丝有分好几种。你刚刚捡到的那个是棍底雷，还有一种所谓的珠雷。我看看这个，珠雷就这个啊，这个是棍底雷啊，这个都是活生生的啊，那长相跟棍底一样，代表我们这个海域是零污染，是很干净的。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去看，就是这个石物最主要的这个结构。好，那我这个把它放回去。对啊，放在这水里面。你看，随处可看到的这种鸟形珊瑚，哇，石刻这个可以，那个就是嘛，那石刻嘛，对，没错，哇，密密麻麻的，有，可以看到。好，我们看到这个，可以看到这一整片，看过去、几乎每个石头，很有层次的都有，是。欸、看到中间有一个缝呢，有一个水道那边，就是我们要进入石户的户房哦，火房，火房啊，就是我们石户的陷阱所在。对，啊、哦，螃蟹，你看，拿一个。哦，看到了螃蟹。其实我觉得这种天气哦，这个季节来到澎湖，我觉得是最舒服的时候。因为虽然说它吹了东北季风，然后它没什么游客，我们现在就要进去这个房间嘛，对不对？对，我们要走到副房的。好，所以鱼群就是顺着刚刚我们这个水流的方向进来。对，然后你看眼睛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水流，是往外那边推，是往那边推的。对，所以在建构这种石屋也是依照这个地形啊，它是会依照它的这个水流的方向，然后去取决它那个开口的位置，对，缺口的地方，对，缺口的地方，那个是什么？海参，海参嘛，对不对？是啊，哇，这是直接拿起来吗？直接拿起来没问题，不会咬人哦，它不会咬人，只会喷水而已，软软的，感觉它在蠕动哎，对啊，没错啊，对啊，它一直在这边活动的，哇，是我第一次摸到活生生的海参，所以有点那个惊奇。那个触感很惊奇。澎湖县政府现在规定海参禁采的，因为它是我们所谓海底的清洁污，它会干净水质。如果你把海参抓光了的话，水会变浑浊。而且你看这个要多少石头才能堆成这样的高度，还有这样的厚度？所以你有没有算过当初平均我们要十个人一个石户的话，十个人整个要建构的话，最少要一年。
哇，大哥，所以第一个来建的时候，他们有一年的时间没有鱼可以吃。是的，对，他要建了之后才开始会有一些要很辛苦的去。对对对对对。哇，这是最后的一个房间。对，这是我们所谓的三星食物。嘿，是。我们经过了第三口，来到这个第三个富王。现在我手上看到的这个第一波的东北季风下来，把这个食物打掉了，有点散了。这个冬天要来之前，我们要完成修复。你只要把上面的这一层，一直拆，拆到这里来。哦，要拆掉啊？是要从这边开始，先拆，再把它推上去。最主要是要让它下面是稳的，对，所以它重新搭建下面的部分。你要看到里面，所以会拆拆拆到这边来，拆到这边再重新堆叠。对，哦，其实翻这石头真的是，对，真的是。还蛮重的，是蛮重的，但也就是因为它重，所以才会稳。对对，堆积上去，你看它都是有棱角的。对，可以放下来了吗？好，我们摆在这边啊。其实搬这个石头还是有技巧的。如果你像你刚刚单纯用这样子，不要单靠只有这个手腕而已。对对对对，你不小心会受伤，而且也使不上力。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哦。弓起来的，对啊，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是要就可以抛上去，哦，要修复的时候就是要就是这样子抛，你应该是挑小一点，需要技巧，修葺石户。确实是需要技巧的。初来到已稍有崩塌的三星石户，我就不要雪上加霜的破坏了，还是赶紧跟着志哥找找看石户内有没有鱼货。现在不能速度不能走太快，好好好，怕会惊动他们。对，因为怕水会变浊，我们就看不太清楚了。慢慢的走。对，一般行户的话也是这样子，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今天应该看起来是比较没有什么鱼了哈。有啊，还是有。你看到。啊，河豚！哎，河豚，有有有有，那边有一只河豚。那河豚能吃吗？河豚是可以的，来，要不要抓起来看看？好，这个可以抓起来吗？可以的。它会生气呢。对啊，它要生气的，你们看。来来来来。哇，河豚！哇哦。对啊。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赤河豚，对，它是绝对可以吃的。可以吃的。河豚皮，我们扒开来之后，对，把它穿烫过。瓦萨比具有相当丰富的胶质，是。好了，那我们先把它放回去哈。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没有要来抓鱼，我没有用力压它，所以它也没生气。对，它干嘛生气？对，我没有伤害它。我们说的是先民的智慧嘛，对，然后流传到现在，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一个技术会出现所谓的断层现象？没错。因为早期的师傅年纪都一把了，现在目前还居住在我们级别，大概剩下十个八个，而且年纪大了，当然体力现在已经不堪来再做这种粗重的活了。那我们可以办一些所谓的活动，对，大家一起来修复。对，所以我们才会借着这种所谓对去指导一些对年轻人来年轻人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没错。那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说，不要把我们先民的智慧抛弃掉了。是，不要说它是一种抓鱼，我们当作是一种文化。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风景。要是我来的话，我会觉得，可以使用，在它退潮的时候，其实很适合很多人，就是穿着比较清凉一点，然后就会泡在这里面。哎，这感觉也不错。石户不只是退潮，我觉得涨潮也是蛮好。涨潮的时候，但也不要太高了。涨潮我们来做，你要讲浮潜。哦，对，浮潜。我们的食物旁边哦，你只要人人手拿一把，比方说吐司什么，啊，好像很多鱼缝旁边，对，就有很多的小鱼，因为它本身食物的功能就是要让鱼吐的，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所以其实，在涨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浮潜的方式来体验，对啊，对。退潮的时候，当然最主要它的功用就是抓鱼，亲身哎下来抓鱼，来抓鱼是，哇，太棒了。与人共有嘛，哈，对对对，你只要不伤害它，不抓它，在石户内与鱼群共游，听来梦幻，却非不能实现的愿望。身为修葺石户职人之一的志哥，想方设法颠覆石户只能捕鱼的思维，为的就是将吉备是石户的故乡这块招牌继续擦亮，传扬到下个世纪。
哇，这一餐真的是很不简单啊！其实我们出了外景啊，出了好几趟，后来我们发觉呢，住饭店我们不如住民宿。我觉得住民宿其实乐趣非常多，其中一个乐趣就是我们自己来料理。对，那当然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选择的食材也是在地的食材，因为我们常说嘛，旅行嘛，到了不一样的城市，最主要就是尝在地的风味。那接着来到澎湖，人家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今天呢，我们运气也很好，到了市场，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这些食材都是当天的渔获。对，小米有斑，啊，这个呢，有斑在底下的。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动吧。哇，太感动了！为什么？因为吃这个意大利面，它的面条呢所吸附的这个味道不会这么的重，这么的足。对，因为其实刚刚看这个燕丹哥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过程有点繁复。燕丹哥在处理的方式，他就是会把所有这个食材的鲜味，让整个面条每一条都可以吸附的非常充足。所以你每一口，不管是吃到的是食材，或者吃到的是面条，其实它味道都是一样丰富的，太厉害了。刚燕丹哥说到那个蛋是最精华的部分，对对对，跟洋葱。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夹一点起来，先吃蛋看看。嗯，我觉得妙就妙在螃蟹的鲜味，它就是依附在这个蛋跟洋葱的上面，它反而是跟螃蟹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觉得这食材用得非常的好。嗯，来澎湖吃海鲜就对了。伴着月色，舒服的用过海鲜大餐，一夜好眠到天明。清晨六点，灰白的天空夹杂着几朵乌云，从不缺席的太阳透出光束，催促着旅人起床，跟着在地人的作息去发掘更多的当地风情。所以现在算是北边，是是北边，这个就是我们聚落的北边。拍谁了？套炸的，赶紧 OK。就是要看这些菜宅，是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旁边有菜宅，我们先不说。我刚走过来，我看到这两个孔，我很好奇，这两个孔是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早期要建构这个菜宅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水源充沛的地方，因此把它建立成一个水源的引水点，水源从这边远远的流下来，对，那我们就把它集中成两个类似我们所谓的龙的喉咙这样子，把它集中龙喉。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爱，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刚刚第一眼看到，我觉得很像溜滑梯。是啊，很像溜滑梯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水会不会很大概多深？以前水源充沛的时候，早期很充沛的时候，是水大概都会在我们的膝盖。膝盖有没有小朋友这样坐在那边？有，曾经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这样子，下雨过后，对，水源很充足，就从这边溜下去。对啊。那这个大概多久历史？这个都上百年了。上百年是，哇。感觉跟那个食物差不多时间哈，差不多时间那一起，因为那时候大概都是天闽南的这边的话，大概就是饮水捕鱼抓鱼的抓鱼，饮水灌溉嘛，对啊，那对，就一些水利设施，没错。说到这边，我们刚刚有讲到菜展，是，那带我们去看几座菜展，对，好不好？好，走。我们家看典型的，起码是比较把维护得很好的，而且用心的人哈，对，他的成果就是比人强，是哦，哇。菜宅到了，是，先跟我们聊一聊菜宅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叫菜宅？为什么叫菜宅？菜出，那就是简称菜宅。种菜有可比咱家铁因啊，对，要让它慢慢茁壮，所以必须保护它。菜宅坐北朝南，对，因为必须挡北风。对，那我们的菜宅就是由我们这边脊背在地的老古石来做建造，老古石。它的最大功能，腐蚀性几乎零。这个菜宅建构的时候，已经到现在都上百年了。所以像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知道比较高的墙面，通常面向北边嘛，对不对？对，是因为防这个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墙，所以我们看到很可爱。它每一个菜哦，旁边都加了石头去帮它再挡风，因为其实
它也经不起东北季风这样吹袭，是，所以你就感觉这很好玩，就是很像菜宅中的小菜宅，这是一户一户的人家，然后井然有序的排列，甚至有一些他用篮子、用石头来加固，好把它包在里面，很特殊的一个景象。是，没错，对。大哥，我看到了，你带我来看这个木鱼，对不对？是，没错、哦。我刚刚在东方龙马那边啊，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叫波，那叫波。那这个是木鱼，这两样东西对当地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基本上这个木鱼就是一种属于的辟邪物，它在我们的村庄分散在两边，一个东一个西。啊，这边属于西边的，因为早期我们这个地方受到很多的所谓海产的骚扰。对，那海贼当时没有什么驻军啊什么，就是单靠我们这边是要给船民保护自己。对，那神明就指示下来，把木鱼我们设立在这个我们的西边。对，东边那边叫波。是，这很像是一个案桌上面。对，然后一边是木鱼，一边是波，然后神明就坐镇在这块土地上，这种感觉，是。那当初如果譬如说假设，早期他们看到海贼，他们要怎么样去警示所有人说啊，有海贼来了？我们会在我的右手边这边，你看，看着这个旗杆，当有这个来骚扰的时候，对，我们就会升旗上去。哦、所以大家只要看到这个旗，对，就知道哎，那个叮当的就会设立在这个旗杆上。哦，那现在因为没有所谓的海贼啦，对对对对，就变成它只是一个辟邪物这样子。对，啊，它变成一个啊，现在变定海神针了。是啊，对啊。所以早期看到海贼，这里就升旗，并且会有铃铛来警示整个村庄的人、村落的人，好说有人来了。其实我们这样绕了一圈，我发觉其实吉贝堡它最特别，就是因为它四周全部几乎都是潮间带，然后都是浅滩。我刚刚在那边还看到有一处那个海，哇，很蓝的好漂亮啊！吉贝这边水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它不是一下去就是扑隆就下去了，深不着地的。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很危险的。是，那我们整个吉贝岛上，不管你从哪个点走下去，你就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对，感觉说哦，到腰部到胸部了，不行，我要往回走了。不会像说一些深水忽然间扑隆下去就对，哇，完了完了。对，所以我们即便也算是一个戏水的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地方。对，大大小小的岛加总起来近百座，想要跳岛玩澎湖也绝非难事。往北海、向东海到南海，各有专属码头，且有固定交通船服务，只要看好船班就能轻松跳岛玩。我们的第二站从吉贝跳回本岛，来到最东边的湖西乡。这个就是吗？这个就是风炉啊，这是风炉，一小颗的，对。所以它是大概长最高会长多大？大概十公分高度左右。它的学名叫香炉，也叫矮鬼针草，是，也叫鹿角草。为什么叫鹿角草？你看它这个，哦，很像鹿角。鹿角，对对对对对。那也叫三生仔，它在野外的它根部会比较粗壮，它就跟它洗嘛，刷洗嘛呢。那我们要用的就是这样整株绿绿的，怎么样？是。然后你看它，你看，哦，有没有？
那这样一整株是这样子。是，我们要取哪一个部位来制作成茶？光炉草它们的有机能性的部位是在根部，根部以下。所谓机能以下，就是它很多木犀草素、微量元素都是在聚集在这个根部。那它的我们做茶的色香味是来自于地上部，上面药，下面药，全部都要，就是全株所有的营养成分我们都全部用。是，所以它其实一整株都有作用。是，这几面要垮光以后啊，就是感觉就是枝繁叶茂这样。这个就是种子成熟才会这样，这个是最标准的。一个种子就是你看，掉了，就掉了。所以它其实很容易散播。对。然后风再一吹，它就那你看我们这样子弄一弄，掉到地上就播种了。抓到它有点根的地方，稍微用。你看就起来了。真的很好爬。因为它这个是沙地，比较松软。你看有没有在底下架？你咬看看，还 OK。它有特殊的一个味道。有味道，对不对？有类似精油那种呛味，我还可以接受 ，OK 啊，那味道还不错啊，对啊，那这个就是开花，我们在采收就是大概这个时节是最好，是最好的，对。风炉草到底好不好种？风炉草其实它是在澎湖非常适合，它夏天它抗炎、抗旱、抗热，但是唯一它最糟糕就是怕我们澎湖冬天的东北风的咸水盐，那个盐巴一下去就没办法了，就干掉了。我觉得真的是开眼界了。我印象中，我以为啦，风炉草可能再高一点。这个是最标准的，最标准野生的模式啦。了解哇，原来这就是风炉草，很漂亮，很漂亮，非常漂亮。对，风炉草为澎湖县原生草本四处可见的植物，不过因为野生风炉草供不应求，渐渐转由人工栽培。其中以湖西栽种面积最大，占全县80%以上。土生土长的陈大哥深知风炉草的价值与农民气作，让风炉茶有了不同面貌。哦，味道不一样哦，有特别的一个香味，很独特的香味。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梅子的味道，对，含在口中有一个特殊的那风炉特别的香气，是。我觉得有处理跟没处理真的有差，有，因为风炉茶印象中就是晒干之后直接就用水煮一煮嘛，那有些人在喝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加点糖，那个味道喝起来，我觉得。感觉上比较野性，但是呢，因为它加了一点点糖，就有一点调皮的那种感觉，喝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在野外大自然呢，很开心的这样奔跑。经过处理以后，我发觉这个小朋友他已经成熟了，它的味道是会比较内敛一些些，但是它会孕育出不一样的一些风味，它有一点烘焙的香气，那天然的有一点微甜。因为那个您刚说的那个烘焙的香气，它有一点像是生焙的那种乌龙茶。好，它喝完之后，它有那种香气。对，那那种灰红汤，植物跟火蹦出来的一个特别的。对，又有一种很妙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最特别的是，因为它的香味可以在这个杯子上面持续很久。很久。对。那这个是在我们加工之后、烘焙之后才会产生的东西。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突发奇想，用这种一般我们所知道这些制茶的方式，反过来制作这所谓的风炉茶？因为喜欢茶，然后一直思考，澎湖就没有茶，总不能去把乌龙茶拿到这边，把普洱茶拿到这边种，那是气候条件不一样，对。然后就想，那我们小时候我们也不是叫人家喝风炉茶，对，也是茶，管它是什么。传统的风炉草它是一种药草，我们在那个没有物资很缺乏的时代，我们可以当作生活用品，可以降火。对，所以这样一个发想说，坐到菜市场去看到那个阿伯，他从野外采回来的风炉，就跟他买，对，回来用传统的猪乌龙茶的那个工序，我们把它带进来用。采收有时光尾雕，室内尾雕，花销烘焙，踹一次看看，结果出来的色香味也不差呢。那我很好奇，就是它的风味最终是决定在哪一个步骤？它的风味决定在你的花酵跟风味，就是在你赋予它一种创新的，是
喝法，喝法，然后赋予它不一样的风味，让人家觉得说哇，凤乳茶也可以这么的精彩。是是。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喝到这个，然后享受澎湖的自然的一切。来喝看看，好，喝喝看。哇哦，冰冰凉凉的。酒精结合天然植物的味道，我觉得有点像你刚一开始给我们形容的，就喝这一口会让你没有罪恶感。觉得他们两个味道是非常搭的。你一开始如果喝，譬如说高粱，它是一个比较 strong 一点的那种感觉。凤乳草它就是会比较温柔一些。那因为两个把它蹦在一块，感觉像是把它中和了，异常的滑顺。为什么会这样子喝？其实澎湖人的个性比较豪爽。比较豪爽，就喝酒那一杯一碰，就是要大口喝。高粱你又不能大口喝，一来就是说新的高粱酒比较辣口，对，一般比较不好入喉。是，那二来加上凤乳茶之后，它的口感变舒服了，而且它的酒精的呛不见。我觉得今天来到这边真的是来对了，原来凤乳茶，跟高粱酒它彼此之间，竟然可以建立起这样友谊的桥梁。我这个感觉真的是很美妙，不是鼓励大家喝酒或怎么样，并不是，而是说其实有些东西，然后我们适度的去让它搭配，也会蹦出不一样的火花，哇，真的是很棒。村长，你好啊！我刚刚这样沿途走进来，依照你的指示，刚刚那段路真的很像秘境。对，沿途没有看到，我就想说啊，先来看看海。没想到呢，一出来就是遇到您了。好，所以你现在是在就是捡这个？对，要采仙人掌。对，我之前来过一次澎湖，有看到仙人掌，好，但是呢，没有特别的研究。我们先来试试看怎么捡好了。好，仙人排。在我们在地的话叫雷公尺，雷公尺，雷公尺，为什么叫雷公尺？你看，扎到会跟打雷一样叫，不是啊，不是，不是啊，扎到了很痛，然后它的刺会伸进我们的肉里面，要等到打雷的时候，它自动会跑出来，是这样吗？这是老人家说的，意思就是说，小朋友，这东西很危险，你不要随便去碰它。好，这边你看红通通的，对，我们吃的仙人掌冰啦、果汁的都是这种东西。哦，啊，它的果实现采也可以现吃，而且很甘甜。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啊，先把这个旁边的刺全部都剪掉，把它修一修。然后这个给它捡起来，再一一的把它给修。对，然后吃这个爱碎梨，里面有一颗刺，五角的刺，你不小心吃下去会卡在喉咙。这没吃啊？没啊，没吃啊。慢慢的吃，吃到一颗比较大的刺，你就不要吃。所以刺还在里面？对，不一定啊，你吃看看。所以它略带甜味。对，不会太甜，清甜。清甜。这籽可以吞吗？可以，这个鸟，它都会自己来吃。你看，有，你可以看到这鸟在用啄。哦，像仙人掌，它是不是有采收的季节？有，就是它结果的季节。其实，在夏天三四月份就有人在开始在采收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秘境，这是变成我们的私房的东西。哦，90%以上都是野生的，都是野生的哦。对，当然也有人在种植，因为。看到这东西的商机嘛？第一个就是先把它的这个边边这样子修掉，怎么样？修掉，修掉，这样可以。好，直接这样剪掉。哎，对。这就是我采收第一颗的仙人掌果。对，屁股这边嘛，对，就把它这样剪开。对。大概你的中间这个部分。中间对。部分，那这个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拿来这样子食用？先民很古早就有人在吃，你都想象这里在家。对哦，它是最近这20年来，我们澎湖观光发展，大家才把它变成商品。是好，哎，等一下，我觉得我有吃到东西。啊，没关系，等一下打雷的话，那就出来。它自己就跑出来了。喜欢吗？
卖你15块钱。哇，刚好赶上。嗯，哇，虾子。哎，对，我们在地人叫狗虾。狗虾用这个罩，它最主要是用蒸的方式哦。对，它蒸的话是比较不会把那个甜味哦，海鲜的甜味哦，掉在那个汤水里面。对，保持它原本的鲜味就对了。是是是，进到这个社区啦，这三口一罩，好，其实非常醒目。它最主要过去是一个加工厂。嗯，那为什么要有这个鱼罩？这个鱼罩大概是民国4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进来的渔业很发达。对，然后我们煮的就是有沙丁鱼。那沙丁鱼的话量很多，那我们就把它做成就是要来加工外销出去，所以就是会有人来设这个所谓的鱼罩，就让它可以保持它的鲜度，好，不要这么快的坏掉。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鱼送进来之后就先在这边先煮，对，煮熟了之后再晒，晒了之后再外销。对，沙丁鱼它也是用蒸的吗？哦，也是用蒸的，它是浸到水里面的，对，浸到汤水里面的。嗯，那个筛子也是一样这样。那整条鱼就是要放放，要放得很整齐、哦，要放得很整齐，它才不会变成粘在一块、啊，然后干嘛？这个是原汁原味的，原汁原味的，哇哇，棒！先把那个头剥掉，然后再从旁边，直接这样，你这样吃也可以的。哦、啊，不过吼、哦，你那个壳子要剥一下，你壳子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哎、欸，对，就这边挤一下，它就跑出来了，哎、哦欸，没有，我是习惯连壳一起吃啊。哦，这样好，我很好奇哦，因为我看到这边就是在旁边，它有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的？哦，这个是一个咸水槽，咸水槽，所以它每一个台面都会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煮小管沙丁鱼啊，这边都有一些汤汁嘛，对，那你煮好了以后，你要把它勾上来，放在这边沥干，放在这边，那沥干的话。它的汤汁就会流到这里来。哦，流到这里来哦，在早期哦，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个精华，精华，因为这是现在的鱼露。南寮原本有三家加工鱼货的工厂，而后因为技术的更新，人口外移，传统的鱼灶没落荒废。社区为重拾早期光景，征得其中一家屋主同意，将鱼灶重新整理。作为推广社区产业生活文化的最佳地点。我们要炒的就是花生，当地呢他们炒花生它有诀窍，它是运用这海沙然后跟这花生一起来炒，这样有什么特别的补作用？哦，它的功能就是说，我们的花生在加海沙下去炒的话，它那个受热均匀，花生的颗粒不容易烧烤焦了。它这个有它的诀窍，你要听声音。它如果完成的阶段，它会啪啪啪。你刚刚说的啪啪啪是来自于石头的声音，还是花生？花生的声音。哦，花生的声音。大姐，帮我帮忙。好，来来来。你要均匀哦。啊，而且这个铲子哦，你要哦。轻轻松松哦。再来，要吐到这边再翻，然后轻轻松松哦。哦，大姐看袂落啊。嘿。我刚是反过来，我是用花生去盖这个沙子。可以丢，还能有地丢，还能有地丢。等一下要快一点哦。刚刚有听到啪啪的声音哎，啪啪的声音对。声音出现，代表着花生快要熟了，未免炒焦。最后的半炒还是交由社区大姐从开始炒到起锅，20分钟之内就完成。这一切归功于海沙的加温效果。另外还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一般来说，当然生乳灶只要可以生火的东西，我们都会往里面丢。对，好，所以包括你看这个，它有这个花生壳，好，吃剩的花生壳，好，然后没有浪费，它一样是可以来生火。那另外这个也是一个当地的特色，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五塞饼。
卤西饼。牛粪的话，早期是我们很主要的一个燃料。那因为早期哈，我们这边就是没有所谓的树木啦，也没有漂流木啊，也没有所谓二手家具啊，也没有电啊，也没有瓦斯。所以啊，你整个炉灶一定要用燃料。那你一年365天，每天要煮三餐。对，你这个燃料从哪里来？就是要去捡这个牛粪。就来制作。你改一改。哦。所以它就是要完全要融在一块变粘土这样子。对，就是它这要搓揉揉，让它有一个 Q 度啦，一定要踩到 Q 度，然后进去以后，它贴在墙壁上才不会龟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大名鼎鼎的牛屎菇。对，第一件事就是先。收集所有的牛的粪便，把它聚集啊，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现在大姐呢，在做的就是不断的踩踏，我看她踩踏，再加水，踩踏，再加水。她踩完了以后，她那个 Q 度已经够了，对，她就会用脚把它勾上来，然后放到盆地上。哦，那放到盆地上，我们就会到那个老古石墙的底下，对，来做做来制作制作，牛屎饼，因为你做完以后就马上要贴到那个老古石墙上，因为老古石跟牛粪哈应该是结配。这种平底的墙，那个粘不上去，粘不上去。那老古石刚好是不规则的，那不规则的它贴上去，湿的时候是容易贴，然后附着在上面。干的以后它是成一个不规则，那不规则刚好是像我们，你纸张要烧，是不是要把它揉一揉？对对对，揉一揉，让它就是有空隙嘛，就是皱皱的，然后你纸张才容易烧嘛。是，所以那个牛屎饼也是一样啊，你把它贴在这个墙壁上，你干了以后，它有一面是不规则的，它是不规则的，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好烧。是，了解，勾起来，勾起来了，勾起来了。好，你有看啊，就这个平台哦，是特别做的。为了要方便起见，要不然以前都是直接就蹲在那个墙脚下，就蹲着这样，就蹲着。那蹲着的话，因为以前都是泥土地嘛，对，那你底下全部都是沙土啊，你要垫一块这个垫子，那垫一块垫子，我们都会找什么垫子？以前都是用那个大的懒人树叶，哎，这样一块就完成了，那这样一块就完成了，啊，一般就是我们的手掌大小，好，触感很特别，嗯。有要尝试再加一点点，来，其实每次拿到比较特别的东西，就忍不住会闻，哎，其实真的也还好，哎，都是草的味道，然后让它有点密了哈，然后再把它贴在这上面。好 ，walking 两去嘛 ，walking， 然后放过来，好，然后轻轻的哦，不要太轻的，轻轻的哦，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注意了，哦，这样就漂亮了。制作牛屎饼的达人，哦，发觉自己的厉害。其实你在接触它，其实很软，有点像麻糬，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些草梗，牛汁之前吃下去的这个草，对对对对对对。Have you heard about summer snow? When it falls on you, your blood runs cold.Don't you sweat your pretty skin, 'cause it melts away for it sinks in. 哇，其实这里的古厝很精彩，对，而且刚刚就一连了很多间，对，它是成一个田字形，刚刚有四间啊。你现在要带我去哪边？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边南寮有一个古厝的一个秘境，在古厝群里面。像这个是什么？这是浮球。这个是浮球，就是浮球。还有一些珊瑚礁的碎片，是，被海浪磨成的一个。我看到了，看到了，是这个吗？这里，哇，这里就是我们的浮球秘境。对，啊，这些浮球是海中的一些遗迹的一个废弃物。我们有一位阿伯啊，他在海边，对，就把它捡。那因为我们这里就刚好是在澎湖的一个东北角，东北风一来的话，它就会聚集在我们这个东北角这个附近，所以社区是一个澎湖县最早处理这些浮球的第一个社区。其实把它串在这，风吹过来，它扣扣扣扣，很像风铃啊。哦，对。对，然后再来呢，因为再来就是它的颜色很多样，看起来其实还不错。对，其实这也算是再利用。话说回来，其实它这也没有所谓的损耗。那这个浮球是不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回到海上？因为它是撑开渔具用的，对。但这个渔具已经坏掉了，所以它就是
它就没有。鱼应该就是随手一丢了，但是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漂流过来。当然，浮球除了挂在这边可以当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嗯，好。另外呢，我看到你们就是其实路上有很多路标，或者是有很多扛棒，它也是用浮球，其实也是在地的一种特色。是，所以它其实在利用的时候也可以变成是很生活化的一部分。对，哇，很棒。一颗颗色彩缤纷、迎风摇曳的浮球，很难想象它是海中废弃物，隐藏在古厝群众，为灰阶颜色的古厝注入了活力，仿佛在告诉你我，看似平凡的种种，只要稍加留意，也能令人惊艳。不论是浮球、鱼藻、风炉草，或是石户、菜宅，都有着令人玩味的趣事。我是柯毅，我在澎湖，意犹未尽。